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这十个方法只在忏悔罪业才能发起禅定。第十法无神忏，还得具备禅定与空性智，才能得以承办。这十法是渐进的，先经过前法的修持后，罪业自然会渐渐轻，禅定也能渐渐升起。忏悔分为事忏与理忏。一、事忏又名做法忏、有相忏。事忏者，分成择心忏、做法忏、取相忏三种。一、择心忏者，比如耐心不好，怕麻烦，没有尽心之类小过失，要自行择心忏。二、做法忏者，比如我伤害了你，我向你发怒忏悔，获得你的原谅后，就忏悔清净了。发怒的对象，除了被自己所伤害的外，也可以向高僧、大德或佛菩萨发怒忏悔。Thank you.
三，取向忏是属于杀盗淫妄语的重罪。要忏到重罪灭却的几项，这重罪不只是今生所犯，也通过去世带来的罪业。常见的取向忏，比如修八十八佛忏悔文、方等忏、大悲忏、法华三昧忏。礼忏是无相忏、无身忏，亦名实相忏。礼忏是由礼谛通忏悔，礼谛是诸法本空的般若，所以要进入礼忏，要先具足般若空观。观普贤行法经说，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观罪性本空的般若，即是实相忏。一切罪业都是由妄想所生，观妄想本空，入于实相，实相无相，所以了无罪相。罪相犹如早晨霜露，智慧的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。三，一切罪相都将被般若实相所照破，这也是所谓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罪亡心灭两俱空，此则是名真忏悔的道理。
官罪性无身，就是属于礼忏。重罪孽相。经过至诚忏悔一段时间后，大都能感受到业障有所减损或净化。这时会出现所谓有的灭罪之相。至于要多久才能感受到灭罪之相，乃依于业障轻重以及至诚心深浅而有差别。智者大师用五种情形说为重罪灭相的象征。一者，自觉身心清丽，身子比以前健康，情绪比以前安稳，心理上的烦恼也没以前那么重，身心感受到所谓有的轻盈。二者，得好瑞梦，或复睹朱林瑞异象。智者大师修方等忏时，修到圣相现前，在定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大道场，自己坐在高广的大座上，